大家好，我就是谭竹，今天是我第一次露脸，很抱歉以这种方式认识到大家。其实对于这段感情，我真的很后悔。猫猫，是我没能够好好珍惜你，我现在只想和你和好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是我辜负了你的真心，对不起。我是谭竹的闺蜜雅丽，我想在这里说一件事情哈，他们的这份感情早晚都会结束的，因为他这种人跟谁谈都是一样的结果，他内心太脆弱了，跟我闺蜜根本就无关，所以大家不要再说我闺蜜了，嘴下留情。闺蜜，我希望大家不要在网络上再跟风了，本来就没有多大的事儿，就是谈个恋爱闹个分手而已，对于这段感情只是胖猫太在乎了而已，男人给女人花钱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我闺蜜她又做错了什么呢？她也是个好女孩呀，希望大家不要再骂她了，都好好做自己吧。